这是什么果汁？让我尝一口就知道了，有一种酸酸的味道，而且有一点苦苦的味道。如果你吃了什么，又或者喝了什么，就可以说有一种什么什么的味道。什么什么可以放入各种口味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还包括臭。黑色的橄榄，有一种咸咸的味道，加了辣椒的橄榄，有一种辣辣的味道。一大牙西瓜，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这个鸡蛋坏了，有一种臭臭的味道。